大家好，我是 YG 500周业预测，今天是8月29号，今天我们要来预测一个虚拟货币啊，是9月份的二狗币的价格走向。啊，前面五个零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卦象，九月份的价格走向，它到底是怎样的？庄家利用政策性导向布局，外部的力量阻力有进一步聚集的可能，这是指不利的因素，不利的信息，外部的阻力。有进一步的聚集的可能，九月份二狗币的价格情况很不理想，有下跌的趋势，九月份的二狗币有下跌的趋势。是五到八之间啊，五到八之间，九月份的二狗币的价格有进一步下跌的趋势啊，都非常的不太理想啊，所以建议大家在九月份要多注意，要小心谨慎啊。啊，这个二狗币的价格就讲到这里吧。